这是厨房啊，嗨，我们俩今天负责厨房。那印度教的饮食呢，它是一条通往开悟的饮食。它今天主要是我负责帮大家切水果，我现在给大家做大补汤。什么汤？贝多大补汤。 OK。 Hello， 帕拉沙蒂尔纳切拉。Hello， 你点亮灯。我在正在清洁。我们这一周的主要任务呢，就是保障我们整个僧侣环境的洁净啊。然后我们一般是什么时候阿瑞娜去啊？打扫卫生？八点之前，八点之后。对，啊，我们这些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扫。好的，感谢你们。叮当当，大家好。这一周的我的责任呢是洗衣服，帮大家洗这个肮脏的衣服。那现在已经洗好了，收进来了。我就是每天大概会这样帮大家把它折好，折整齐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就会去发给大家。那妮妮，我的这件衣服还没洗呢。卡拉萨快乐和开悟的僧侣人生，欢迎你来参与，快点报名吧！耶、yeah! ！